看看新闻网。在明星中也有不少人是渴望有这样幸福生活的，张震就是其中之一。最近在上海出席某时尚活动的张震就表示，自己希望可以早日结婚。我觉得结婚这个事情就是顺其自然吧，当然会想要结婚，因为我觉得家庭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自己心里面一直想要有一天可以成家。对，但是是有没有现在还没有，目前没有就是一定的打算是什么时候会结的。